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你好，这里是喜马讲书。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为孩子重塑教育》。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学生多数情况下只能从学校和老师那里获得知识，于是老师将课本上的知识教授给学生，学生再通过考试验证自己是否掌握了知识。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知识搬运的过程，就是将知识从课本上搬运到孩子的头脑中。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知识已经不再稀缺了。只要有一台电脑、一部智能手机，人们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和信息。因此，现代社会已经不再需要知识的搬运工了，而是需要聪明的创造者，就是能够整合、提炼现有知识，并创造出新理念和技术的人。 但人们却遗憾地发现，现在的学校教育完全没有跟上社会变化的脚步，仍然停留在教师讲课、学生听课的阶段。学生为了应付考试，一遍又一遍地背诵学过的知识，学习做题的技巧。至于创新意识和创造力，却早已在一次又一次的考试中消磨殆尽了。本书的两位作者，美国人托尼·瓦格纳和泰德·丁特·史密斯，对这种教育现状深感忧虑。 他们俩合作出版了这本《为孩子重塑教育》，就是对当今整个教育体系最好的反思。托尼·瓦格纳小时候是一个学渣，成绩很一般，曾两度辍学，又两度重返学校。好不容易毕业以后，瓦格纳却选择了当一名教师，因为他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了学校教育的弊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做出一些改变。 在做了十几年教师后，他开办了自己的学校，还考取了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成了一名真正有能力的教育实干家。而泰德·丁特·史密斯则是一直是个学霸，他的速算很厉害，从小到大数学成绩和物理成绩都非常好，并且获得了斯坦福大学应用物理学硕士和工程学博士学位。 尽管他理科成绩优异，但他却没有选择去做物理学家，而是进入了金融领域，成了著名的风险投资人。因为他早就发现自己具备的只是物理课优等生的特质，而不是成为伟大的物理学家的特质。因为伟大的物理学家需要有深度的思考和创新能力，而物理课优等生只要记住物理公式和答题模式就好了。 在朋友的介绍下，具有相同教育理念的两人进行了深度交流，并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合作研究，最终写成了这本《为孩子重塑教育》，还拍摄了同名纪录片。在本书中，两位作者深度剖析了现代教育的弊端，并提出了变革措施，希望重新打造未来的教育，帮助孩子找到更有可能成功的道路。好，下面我就分两个方面给你介绍本书内容：第一，现代教育存在哪些弊端？ 第二，教育的未来应该是怎样的？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问题：现代教育存在哪些弊端？要了解现代教育的弊端，就需要先了解教育的发展历史。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在洞穴中生活的原始人，当时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传授给下一代生存繁衍的技能，比如捕猎、防御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逐渐演变成学徒制。 即人们通过向有经验、有手艺的人拜师学艺，掌握相关技能。比较典型的像艺术家、画家，还有木匠、铁匠等，学徒跟着师傅学习手艺，接受师傅的言传身教和个性化指导。但是学徒制有一个弊端，那就是无法大规模传授。到了十四世纪左右，宗教在欧洲兴起，需要大量抄录圣经的人，将宗教传扬出去，这时学校就出现了。 学校教授僧侣和神职人员拉丁文，好让他们抄录圣经。拉丁文法学校的目的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圣经一字不错地抄录出来，因此学校对学生的标准化学习和工作效率要求很高，不能容忍出现任何错误和偏差。这种教育理念延续了几个世纪都没有改变，甚至仍然是当前教育的核心理念之一。 到了十八世纪，随着工业的发展，社会需要一大批熟练操作各种机器设备的工人。于是，普鲁士人创造的教育体系应运而生。在普鲁士教育体系下，学生们主要学习工作社会所需的生存技能，包括简单的读写能力和流水线的装配能力。与学徒制不同，在工业社会下，流水线的操作并不需要技术精湛的匠人，只需要能够听从命令、完成简单重复性的操作就可以。 普鲁士教育不断演化，到了二十世纪初，形成了一种教育模式，叫做“装配线教育模式”。顾名思义，就是教育模式变成了装配线，学生向装配线上的零件，不断增加听说读写的技能，掌握重复性任务。因此，每个学生学习的内容完全一样，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工业经济发展之下对工人的技能要求。 到了二十世纪中期，美国的教育模式开始转变成培养对信息进行生产、提炼和管理的知识工人。核心内容是让所有人尽可能多地掌握知识，以满足法律、金融、医学等行业的需求。在培养知识工人的教育体系下，学生们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完成十二年的小学到高中的 K 十二课程学习，考入不同的大学接受深造，获得大学文凭。 再根据不同文凭以及文凭的含金量，进入到各行各业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高考的成绩最重要，关系到学生能够进入哪所大学读书，甚至在哪个行业工作。因此，从小学到高中的 K 十二课程的设计，就是为了让孩子应付考试，取得更好的成绩。至于孩子个人的兴趣，已经被整个体系排除在外了。我们来讲一个例子。 雅各布是一个非常具有活力、对周围事物充满好奇心的男孩子。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他就自学编程，和朋友们一起做网页设计，还把网页设计做成了一门生意。可是上了高中以后，为了应付沉重的考试压力，他开始像其他孩子一样努力读书，对未来的规划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希望考上一个好学校的金融专业，去银行工作，赚很多的钱。 经过刻苦的学习，雅各布如愿考上了华盛顿大学的金融学专业。可是他毕业那年刚好是2009年，金融危机刚刚过去一年，金融领域全面停止了招聘，他毕业就失业了。多次求职碰壁之后，雅各布来到了洛杉矶，找到了一家娱乐经纪公司，从最基础的收发室工作开始做起，做了五年，最终成为了一名演艺经纪人。 这个职业和他小时候擅长的计算机、大学时候读的金融专业毫无关系。雅各布说：“如果能够重新选择，他百分之百不会去读大学了。”雅各布发出这样的感慨，归根到底还是因为目前高中和大学的学习没有为他的职业发展提供帮助。那么，现在高中和大学的教育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从雅各布的经历可以看出，在初中时期，他非常擅长编程和网页设计。 但是，一到高中，在他最需要发展兴趣的时候，却将所有时间都用在了考试上。高中所学的课程全部都是为了考大学准备的，总结起来就是六个字：考什么教什么。比如数学，在标准化的数学考试中，考察的是学生是否记住了数学公式和定理，是否能够在计算的时候速度快、准确率高，没有任何创新性的内容。数学成绩在美国的高考中占据一半的权重。 是学生能否上好大学的关键，而且各大学不仅希望孩子能够将高中的数学知识掌握好，还希望他们能够在高中阶段就完成微积分学习。但是，微积分到底有什么用呢？有多少人会在工作之后使用微积分呢？美国国家教育与经济中心2013年的报告显示，在成年人中，只有5%的人会使用到微积分。 而这百分之五中，绝大多数都是教授微积分的教师，而且只要学会使用计算尺这个工具，就能得出结果，不需要用一整张草稿纸来演算答案。相反、啊，和数学息息相关却更实用的统计学、数据分析，高中却没有教。再比如，最能培养孩子创造力和创新思维的科学类学科，现在的上课方式也与数学的学习大同小异。 科学类学科被划分为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生们需要牢记关键的定义、概念和公式，还要熟悉基本实验的步骤。像学生学习的物理中关于电的知识，老师会要求学生掌握电流、电阻的概念，还有欧姆定律、焦耳定律等等。但是他们不会在课堂上和学生一起讨论城市或者国家电网是怎样运转的，大规模停电是怎么回事。 辐射对电力系统有着怎样的影响？等等，学生只要学会准确地将书本上的公式定理搬到考卷上，得出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学生们辛苦考上了大学，那大学的教育会帮助孩子提高未来职业发展的能力吗？很遗憾，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并不能。 有两位学者曾经跟踪了美国大学生一项测试的成绩变化情况，来看学生们在四年大学之后，批判性思维、复杂推理和写作等重要能力是否得到了提高。这项测试叫做《大学生学习测评》，测试内容都是开放式的问题，比如说，一家公司准备购买一架小型私人飞机，在总裁已经批准购买申请之后，却听说该机型的私人飞机出了事故，在空中解体了。 题目还给出了飞机的事故报告、相关性能特征列表等等。需要学生回答的是：目前针对该解体事故的已有数据分析，是因为该飞机的机翼类型导致的飞机解体吗？你是怎样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呢？还有哪些因素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呢？该公司是否还要继续购买该飞机呢？这个题目听上去不难。 但学生要回答好这个问题，不仅要将题目中提供的数据进行归纳总结，做出合理的分析，还要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将自己的推理思路表达清楚。两位学者以二十多所大学的两千三百名学生为样本，跟踪他们大学四年这项测试的分数，结果发现，在四年的大学生涯中，只有百分之三十六的学生成绩有所提高。 也就是说，大多数学生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之后，最重要的三项能力——批判性思维、复杂推理和写作能力，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高。除此之外，大学生在四年学习中不仅没有获得相应的认知能力，还给家庭和自身带来了极大的压力。首先是家庭承受的经济压力。 现在的大学对学习成绩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体现大学文凭的稀缺性，顶级大学的录取率又逐年降低。因此呢，为了考上好大学，家庭不得不付出较多的时间和金钱，让孩子去参加课外辅导班。考上大学之后，各项的学费和生活费也是家庭沉重的负担。有些美国家庭为了供孩子读大学，不得不提前动用养老金账户内的钱，或者将房子做二次抵押。 还有很多学生在大学期间不得不背上沉重的贷款，在年龄超过六十岁的美国人中，还有约两百万人没有还清学生贷款。除了经济压力，大学生们承受的精神压力也很大。美国著名虎妈蔡美儿，她培养了两个哈佛大学毕业的女儿，还为此出了一本畅销书。但是，她的两个女儿却承受着普通孩子没有的巨大的精神压力。 在他们家，连制作生日贺卡也会被认为是浪费时间。两个女儿虽然成功地获得了哈佛大学的文凭，在学校却没有朋友，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只有学习的经验，没有交朋友的经验。这样的例子不是少数。面对沉重的学习压力，进入大学后的不适应，学生们的精神健康状况堪忧。 美国大学健康协会在二零一零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有，有百分之三十点七的大学生感到非常抑郁，在过去十二个月中很难维系正常生活。而且更糟糕的是，现在的学校并没有全力帮助学生，而是将更多的精力用在打造自己的金字招牌上，力争在各大学的年度排名中能够更进一步。 影响大学排名的因素主要有五项，分别是录取率、名声、新生入学的成绩、用于学术研究的预算以及毕业率。这五个因素中，没有一个因素是涉及学生大学四年的学习情况的。大学只负责招到他们认为最好的学生，至于学生在大学四年学的怎么样，他们并不关心。出了大学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也全是学生自己的事儿。美国联合通讯社报道称。 在二零一一年大学毕业生中，从事餐厅服务员、酒吧招待员等基础服务工作的大学生，比从事工程师、物理学家、数学家的人数还要多。如果四年大学之后，学生只是去餐厅做一个服务员，这难道就是高等教育的初衷吗？好，以上就是第一个部分的内容。现代教育从过去的学徒制逐渐演变成培养知识工人的模式。 所有的学生按部就班地接受标准化的应试教育，参加考试被打上一个分数，再进入大学。到了大学之后，还要面临巨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学习的东西与提升自身能力或者应对职场的能力无关。说了这么多教育的弊端，那未来理想的教育应当是怎样的呢？这就是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前面我们提到，在未来社会需要的是聪明的创造者。 就是你能用你知道的做什么，而不是单纯的做知识的搬运工。那么，聪明的创造者需要哪些能力呢？在这本书中，作者列举了决胜未来的十大能力。第一，要学会如何主动学习知识，而不是等待老师被动灌输知识。第二，要学会有效的与他人沟通，不仅包括口头沟通，还包括正式的书面沟通和公开演讲。第三。 与他人建立有效协作，成为团队中的一份子。第四，用创造力解决问题，而不是寻找标准答案。第五，加强应对风险和压力的能力，能够坦然面对失败。第六，学会成为一名领导者和变革者，而不是一位盲听盲从的追随者。第七，能够正确取舍，做出好决策。第八，学会制定目标，并按照进度完成目标。 第九，具有毅力和决心，学会自我驱动；第十，不拘泥于个人得失，放开胸怀，用自己的激情和才华去影响整个世界。这十大能力既有对学生个人品质的塑造，也有思维方式、学习能力和决策力的培养。要想让学生具备这十大能力，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也不是靠某一个人的努力就可以达到，而是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共同做出改变。 在社会和学校层面，要从授课体系、评价体系、老师培训体系三个方面做出彻底的变革，将教育的自主权还给老师和学生。具体呢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改变现有授课体系，从教师授课改为学生驱动课堂。什么意思呢？先来看一个例子：哈佛大学应用物理系主任阿里克梅热的课堂是这样的，他会先提出一个问题给学生。 学生们经过思考以后，先独立回答这个问题，然后课堂里会根据不同的答案形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会讨论几分钟，再分别发表小组的观点和理论依据。然后学生们再提交一次答案，再根据结果重新分组。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没热不会发表任何看法，不会给提示，也不会给答案，一切都让学生自己找答案，自己解决。 梅热课堂上使用的方法叫做“同柴教学法”。同学的“同柴”是单人旁加一个整齐的“齐”，就是同学之间互相教学。这种教学方法与教师直接将结论告诉学生的方法相比，好处非常明显，就是可以让学生形成独立的见解。当他人的答案与自己不一样的时候，能够批判性的评价他人的观点。此外，小组的形式还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沟通协作的能力。 第二步是要改变评估体系，从标准化考试转变为勋章体系。无论是标准化考试还是文凭，都是一种省时省力的工具。有了这个工具，人们就能毫不费力地将学生们人们就能毫不费力地将学生们区分成优等生、普通生和差等生，不用再费心思观察学生的其他特质了。但是，就连谷歌的人力资源运营部高级副总裁都认为。 在学术环境中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技能和在企业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技能之间基本没有什么交集。谷歌的招聘公告中找不到“大学”的字眼，而且有百分之十五的谷歌员工是没有大学文凭的。那怎样慧眼识珠，将那些虽然没有耀眼的成绩和名校文凭的优秀人才找出来呢？作者推荐了一套勋章体系来评估学生的各项能力。以高中生为例。 高中生要顺利毕业，不再是读完三年高中课程、参加一次考试就可以了。他们需要获得四枚勋章，分别是分析性文学评论勋章、社会研究报告勋章、原创科学实验勋章和高等数学应用勋章。这四枚勋章涵盖的内容，既包括文学赏析、社会调查，还包括了统计学的知识、数据分析和数学建模的内容，以及为了完成科学实验要掌握的科学原理等等。 在以勋章为结果导向的系统中，学生们可以自主规划学习时间和科目，实现真正的个性化学习。在获得勋章的过程中，他们要做大量的工作，包括定期向其他同学、教师、家长等展示工作成果，并为工作成果进行辩护，有一点像大学里的论文答辩。勋章体系不再是一考定终身，而是从学生入学开始就建立一个跟踪系统，每个学生有一个档案。 他们在获得勋章过程中完成的各类作业和项目都会记录在档案中。大学和企业想要筛选人才时，就可以通过学生的作品来评估学生的特质，而不是再看冷冰冰的分数和文凭了。在勋章系统之下，学生即便不读大学，只要获得了相应的能力，也可以走上理想的工作岗位。第三步是要改善教师的培训体系。 现有的教师培训体系其实和学生上课差不多，教师们花大量的时间听教育理论课程，参加一些考试。美国大学里每年会产生十万名师范生，这些师范生们仅需参加五周的培训就可以去教学了。作者认为，现如今教师培训体系在芬兰就做得很好了。首先，芬兰关闭掉了百分之八十的普通师范院校，仅保留最最优秀的几所大学的附属师范学校。 目的就是保证教师都是接受过最好的教育的。其次，芬兰的每个教师都有长达一年的学徒期，在这一年中，他们要跟随一位老教师学习。最后，芬兰的教师教学任务不太重，每学期的课堂教学时间只有六百个小时，相比于美国教师的一千一百小时，减少了近一半。减少的时间就留给了和学生、家长的交流，以及同行之间的切磋学习。 除此之外，作者还建议取缔升学率、毕业率、学校的排名等等的统计，取而代之的是像给学生建立跟踪系统一样，也给教师建立一个跟踪系统，里面放上教师授课的视频、学生课堂上完成的作业，以及学生在一个学年结束时的作业和前一年作业的对比。 让学生来驱动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而不是让教师陷入无尽的开会、学习理论知识、做学术课题中。然而，要从宏观层面实现整个教育体系的彻底变革非常困难，因此家长们至少可以从此时此刻起实现点滴的改变，比如父母可以给孩子寻找更多合适的网络学习资源，再比如。 在孩子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学习时间中，给孩子留下一点闲暇时间，让他们能够自行规划、自由探索，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打一场篮球，看一本喜欢的书，弹一段吉他，或者搭建一个乐高机器人，让孩子成为一个有趣的人，而不是一台考试的机器。好，以上就是第二部分的内容。在未来的教育中，需要培养的是聪明的创造者。 因此，首先需要改变上课的模式，从教师带领学生上课，改为学生自我激励、自我驱动的模式。其次，要改变学生的评估系统，从考试成绩和文凭评估转变成勋章系统，以获得能力为导向，让学生为了获得该项能力，自主选择课程去学习。再者，是要改变教师的培训模式，使用类似芬兰的教师的培训模式，提高教师的素质。 同时，让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和学生以及家长进行交流。最后，作者呼吁父母可以从现在开始就做出点滴改变，为孩子搜索更多的网络教育资源，给孩子留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虽然本书是对美国教育模式的深度反思，但它更多的是对未来教育方向的大胆创新，很多建议也值得中国教育者借鉴。 好，为孩子重塑教育，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明天见。